欢迎收看异想天开。哎呦，很温和的开场。对，因为我有点破病。这次我们有请到，因为我们有各自代表不同队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另外请到三队，我们就是把中职的所有都请过来。不止中职，连篮球都直篮。对，因为我也是本身也有。你双亲？对，我双亲。哇，那你不赚翻了？真的还是没有？真的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？棒球季打完，然后跳篮球，篮球跳完跳棒球，真的没有？跳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自己。骗人！你直接脚在抽动，你不是下礼拜要去看房子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欢迎我们另外三队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齐，我现在在统一师还有工程师。哦，双七双七赚很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前富邦悍将跟勇士啦啦队。哦，目前，所以你现在都没有了吗？对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哦，为什么啊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心路历程？赚够了，心路历程。我就两年前的时候就决定再跳个两年，然后就要专心经营电商。你加啦啦队多久？你不是从地大到现在？跳九年。我今天也第九年了，你是九年满了以后退役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你怎么退役啊？差不多了，对，大家且看且珍惜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过一年了，真的要进场哎！谢谢卡卡，好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儿，然后今天是代表台钢猎鹰，是竹篮的，台钢都在台南，台南，所以你们上班都是这样子来回高铁？对， oh、就是有球赛的时候就要去台南。如果去台南很贵耶。还是他们薪水很高，一场呀、又来，有钱有钱要。哇，那今天只有我们三个需要抢奖金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们来干嘛呀？来干嘛呀？哎，但我们今天是个人战。他真的吗？因为我们以前都团体战，对，所以我不会让你，你不会让我，不会让你。你先把你自己抢高。我一个人头一脚。你不要再抢了。而且刚刚他还跟肥琪说，他就说，我会分你哦，篮球队友，他说我会分你，然后我就在中间想说分什么东西，他说会赢一样，奖金啊，我拿到会分他。大家今天看好他这个唱出的嘴脸，好不好？拿到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第一场呢是先来比智力，智力，对，大家都说啦啦队是花瓶，你们要紧张了，记得这一集要把它返回来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觉得啦啦队是花瓶，必须可以来，我们没有打好也是节目效果，对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效果你们做，奖金我拿，好，我们来入座进行我们的智力 PK， 耶。不行！你到底是有多看字啊？你这个文盲！第一题国文题，请用“要是点点点就点点点”造句。翻版。要是天气好，就可以去海边玩了。要是我没有事，就是乐天女孩子。要是乐天总冠军，思雅就会加入乐天。要是吃太多就会变太肥。要是我有180就去篮球队。要是明天没下雨，我们就去看球赛。耶！好，准备第二题。改错日，陈一就读义祥小学2年级，学校一共6层楼。陈一的教室在3楼，不高也不低，他喜欢吹喇叭，还拿过音乐比赛的冠军，请改错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对，等一下。老师要作弊了。对，这里有啊。翻版。来，来，
数学题。数学题，OK，完蛋了，数学。一包巧克力有八颗，桌上有五包吃完的巧克力，请问巧克力一共有几颗呢？一起翻板。来，我们公布正确解答。有八颗，然后嘞，吃完之前吃完之前，哎，你是国小肄业吗？对，读到小三就肄业。第二题，我在你十元这年纪时，你才五岁，但你到我这年纪时，我就七十一岁。请问李毅跟十元分别是几岁？还要算一下。这年纪。年轻，我怎么听不懂？等一下，太难了。十秒。不行，我觉得我算错了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翻板。我也不会。一起跟我打野的。恭喜大家都没有答对哈，我们看一下解答。哇，这个分数高中了吧？不可能国小这样子。好难啊，我想不到。有人答对吗？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朋友。那接下来英文题。第一题，写出星期三的英文单字。三二一，翻板。我就拼错了。正确解答是，耶！太强了！我还出国游学过。哇！雨过天晴，天空出现彩虹，是属于光的折射还是光的反射？三二一，请翻板。答案是，下一个社会题，第一题，下台湾的就地分别是欠债。我不知道，要不要考一个香港的？你这样子我怎么回？对啊，我要怎么答这个问题？我马兰好像是一个酒，还是一个？是一个交通工具。对对，交通工具。交通工具。北青，你不要讲话好了。我怕你这一题播出会掉很多粉。顶公路。我们再看一下匪你不是跟马是一个交通工具女吗？对啊，我以为你会答这个。是嘉义吗？嘉义。哦。来，下一题。好难哦。请问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是改编自台湾的哪一个历史？我忘了，没看了，我知道那个。好，翻翻。那个民族哦，对啦，黄色事件呐，反清复明，大事件，一个很大反清复明，想问谁？黄色事件，对啦。来，我公布一下积分啊，目前积分小黎四分，李轩四分，然后思雅六分。7分，阿卡7分，哇，瑞和6分，哇，厉害哦！好，
好的，来到我们第二回合考的是生活常识题。因为刚刚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借口说，我们离国小太远了，忘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、啊。说不定他在生活是生活之味。他才刚去留学回来。对啊 ，Wednesday 也拼错了。留学啊，我就是非常随性，我想说懂就懂，不懂就算了。这回合你要开始冲刺了吗？冲刺，冲刺，好，生活之味，为我加油。台湾的主力发电器以何种方式为主？用爱发电。B 水力 ，C 用爱发电 ，D 核能发电。用爱发电，火力是什么？是烧炭那种吗？烧炭，烧煤、煤炭那种吗？是烧东西，烧东西，对对对。烧嘛 ？A D D。好，公布。正确的答案是解答。就是指我们那些垃圾焚化炉。再来第二题。福特牌唯一没有胡子的老 K 是哪一家 ？A 梅花 ，B 方块 ，C 红心 ，D 黑桃。啊，没有注意过没有胡子的老 K， 没有留意过哎。请翻牌。为什么我每次想他，我每次想的都跟别人不一样？所以我们唯一一个答案不一样的是，该不会只有他？哎，该不会你答对吧？有可能你答对。是贝奇，为什么选 B？ 我选 B 是因为我比较不喜欢方块。啊？哎，你没有逻辑耶，很特别。好，那我们公布正解。难怪小时候，你现在是怪给考运哦。对，台湾创下许多金次世界纪录，下列何者非台湾曾创下？生活常识吧，对啊，我不可能答完全部才一起。何者非台湾？还有几名 ？A 是便利商店 ，B 是近视率 ，C 是全国人数最多的城 ，D 是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企业。啊？还是有什么冲刺题？可以冲一次五分，一次五分的那种。通常比赛都是可以在最后时候才冲得到哎。哇，大家都哎对呀，大家都不是台湾曾经创下的，可是很多国家都比台湾还要在历史更长远、长久。但是他们搞不好容易吵架。可是他们还是会比我们长，因为他们是百千年。对对对，有点道理。啊，公布。答案是，我不想看题目。不要耶！其他的都有哈。国小在1985年创下了金氏世界纪录，我就非常每次都这样，总共有222班呢，好扯哦！一个国小222班，太难呢，有点难呢，因为我通常都是什么生态，要功能是什么呢？生态，这个我知道，抗衰老，这个老女人都知道，一定跟抗衰老有关的，才不是。李毅都跟我推荐抗衰老的乳霜哦。啊，那你是在误导我？没有没有，你可以这样子。请翻牌。我跟他一样哎。希望可以答对。因为我以为以萱姐在骗我们。我曾经接触到那些榜品都说什么六生菜啊，抗衰老。哦。推荐给我，对，应该是 B 吧，拜托，是 B 吗？恭喜你两分，你进步了，太棒了！新台币200元钞票上的人物是下列的 ：A. 李白 ，B. 蒋介石 ，C. 蒋经国 ，D. 郑成功。为什么会有李白？200元是
是谁？蒋介石是爸爸，蒋经国是儿子。哦，你就猜是爸爸那个，钱的话一定是 Sugar Daddy， 一定是爸爸。Sugar Daddy， 对，一定是爸爸。他俩有点还不错，先画好了耶。4、3、2、1，进榜分钱，进榜分钱。给我们看200块，长怎样？快点，谁？那我只有两次打挺机会。没有，你想拿多少就多少，因为我们分数可以往后扣，就可以不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赢的是不一，所以要确定你的答案，你再赶快举牌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题，图片。哇塞，好多，这是，太小了，对不对？太小了。等一下，那么自由完成。请问桌上一共有几罐果包饮料？请抢答。阿卡。4。恭喜答对。太快了吧！下一题。5、4、3、2、1。瓦斯炉是什么颜色？请抢答。好，宇轩。红色。答错，绿的啦。好，思雅，绿的。答错。蓝色。下面的，你看到红色，上面好吗？这个好不绿哦，你看绿的。看这样。哎、欸，那既然这样子，刚刚你换了一套比基尼吗？我给你一个学姐的特权。你去挑那套衣服，叫那个学妹换上。哎呀，注意点啊，有正好。你认真答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请问陈毅会帮石原做什么搭配 ？A. 水手服加红领巾加。这什么逻辑？想象力。想象，他会帮帮他配什么？对陈毅的了解吧。对。裙加你感觉家庭会有什么衣服啊？3、2、1，宇轩。旗袍加橘白加黄色网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答错。我看 D 好了。宇轩的白了。D。宇轩的白了。没有，我印象中是旗袍，好可怕。我印象中是旗袍，好可怕。好像探险改造成功，没想到成为异想天开的忠实观众。没有我的集数，我也会收看，好不好？这是你觉得有几公分呢？你这样看，我觉得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它就是很多虾米网所称的30公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多粗？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。你要戴手套吗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，谁要直接？请问他们即将进行什么任务 ？A. 帮小猪安全器，帮我们小心让恐怖结束 ，B. 帮小猪剪尾巴。啊！抢到3、2、1。怎么都是你啊？小提仙。小提仙，我猜 C， 我猜。不知道种猪群金，当种猪群金，确定地方，确定，恭喜答对，耶！我们一起上去 ！Oh my god！
他。这个是很有机会抢分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第一名就三分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分数其实距离没有很久，你们两个九分，然后我八分，两分，然后最高是卡卡十分，哇，瑞尔是九分，但也有可能进我一个不小心，我超大力，我就第一名三分，我就赢过他，没错，他没有分数。我就是一个颜面的，就是你要非常不小心，你要非常分配就在我手上，那也可以一二三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我试试看，一二三，第一名怎么办？大家都要请声音的，好了，不能喊出声音啦，就是完全是直甩炮的声音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有做过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玩过这个。你小时候有玩过直甩炮？对，还是这个是香港流行的？因为台湾没有人玩过。对啊，以前小时候蛮流行的，休息的时间大家都会拿纸出来玩。啊，都被老师骂，因为太吵了。太吵了，真的有太吵，所以它可以很大声哦。好酷哦！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影片。十五分钟内，计时开始。我真的没有玩过这个哎。嗯，小时候都玩阿彪哎，小时候玩的甩炮是另外是真的小小颗的那一种，是蹦这样，对，好的，相信大家手上劳作都做好了吧？做好了。然后因为我们用这个分贝机测试，所以等等测试者们会站到我旁边，好不好？然后全场包括工作人员都会安静，然后我们就来测分数，测分贝，然后一人会有两次机会，如果两次都是废炮，那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去成绩高的那个当做你最后的成绩。OK， 好 ，OK。那我们先请分数最低的朋友帮我们站到旁边。欢迎徐北琪。欢迎。北琪，你刚刚在练习的时候超大声哎。对，但是他有时候会变废炮，所以他很看运气。看看，会不会运气又不太好？希望不会。六九，今天就这样子，六九，好，恭喜。然后再来是我吗？八分，八分，八分是我哈，好来，你准备。看呐、啊，哦，九三，我刚刚看到九三，你有看到吗？六八，真的假的？九三，你要看到吗？太大了！你准备？哎，武器，武器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算了，烂死！六五，不可能，是大声。六，我觉得坏掉。蹦这样，对，的声音，哇，
分数哈，最高是72分贝，第一名卡卡获得3分，再来是小迪是70，获得2分，再来是69的两位呢各得1分 ，OK。好的，我们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先公布我们的最后一名，就是我们的北齐，总共只有拿到3分，是第五的部分。好，再来倒数第二名，竟然是我本人，我8分，很多，跟你比真的蛮多，真的蛮多的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四名，就是你啦。9分的部分，好的，那我们的最强大脑前三名要来了，我们的第三名就是，噔，恭喜瑞恩，获得10分。第三名没有奖金，没有奖金，有掌声啊，有掌声。再来第二名，来两位站出来，现在要公布啦啦队大乱斗最强大脑的第一名是我们的。恭喜你的旁边，经济那个很拮据啊，奖金经费的部分又给你的红包了啊，所以这张奖状你等下拍完之后还给我，我还好厉害，对对对，钱要倒出来收，红包再给你，红包袋也要回收，红包袋也要回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了，恭喜小迪是我们的第二名，哇，这一场不干仗了，对，还有你耶，真的哎，你至少你有在里面呢，对，大概有人自想没脑袋，一想没脑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真的靠你了，一想还是聪明的。在这边呢，再恭喜卡卡。好的，想看啦啦队有什么其他的大乱斗，帮我们留言在下面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异想天开，按赞加分享，留言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